参我奏，第一间信息，天地中的满足，安逸中的结能与实现，协助书协助天地，一代水陆和谐，文弘毕节，武安暖平，如载住这生意，红花一丁赤云。如云一丁为马，有心一家，无心一家，有无心一家，一切无形之物化身，因他一定有有心一家，一切心情安息其永定，因黄花魔镜镜之时，不见丁。不卷丢无之心，即名不卷丢无之心，即是相间何有出金？有有出金，即不义在天。红如金，无如无如水，用尽五花，诸俗非无价。即花魔术，诸天有作。浮云有作依如无神经，青云龙虎作法，鸟张观机，烈用如我有根空，云无有不知不觉，不定不完，显现无无，以无无无显机，显现无心，以心显显效。心如虚空，影如虚空之用，红云起状，影来阿珠，珠化云，云和云家合来，红土出千年，珠云，金如多人，云散心如虚空，不掉空间，应应用如来如来，用心如心完成。观观想静默，能作笑，能作无名，性相无无，无定时啊，容易时淡漠，与时间多热心，得无应用，黄河如时火，飞如刀开花助脚，恰恰的观念。有点事。这张的大字哦，这张啊，这张的大字哦，以后啊，加大大字，用这样子哦，去填入文字这个内容哦，啊，讲，伫这个书法遐哦，你书法这个字典哦，你用到你这是书法，是怎样？隔壁这就是这个风。一样啊，就这马头一间，哦，一花放荤啊花，就这些被鲜荤，啊，就讲同样是鲜哦，就来那是不是？你讲啊，咱正经爱做，假如讲一定正经啊，一定拢能够搞起，这是正经境界啊，所以啊，我前些哦，那些人做哦，就一样一公车的公司，哎，出去买。就是迄个哦，迄上哦，气候吧，拄着迄个门面去甲掠无，啊，唔安怎前进了，爱有出入出入，哦，有出入，因为伊咱哦，嗯，大家长期来哦，有咧听见有诶声音咧宣传，咱咧自身份哦，本来就有出入入诶，就是我入头安，迄份啊飞来，啊就结砍掉。啊！我们大叔，那条，哦，那当然是当他关注了，就本地就出去，但是这里面的调料哦，那就是问题。你钓鱼啊，你辛苦哩，鱼拢无杂味啊，哦，到一筐鱼就差不多杂水啊。啊，就无出去味啊，啊，就是你讲鱼出去，你讲鱼出去么？就是讲你甲化学嘛，就是你甲化学，哦，你甲化学，你甲讲 I E， 你甲化学，你当唔当？当先都考好我，讲安尼。已经无迄个真正啦，无真正的去证明啊。
所以用这个用两个这个所在去甲去甲补。所以过去吼，这金峰金峰天啊，玉座观音吼，拢有一块地主吼，到迄个境界甲去甲伊用，就自然就是来甲补，补就变来了解吼，等于话就是会当吼真正到迄个境界，是讲到迄个。Thank you.
所以呢，就用成中国说法，讲起说拢无违反人家说拢进步靠谱啦。哦，无语对哦，讲已经讲是讲，那个进步靠谱，但是讲对无法做了意义啊。哦，所以讲已经大家讲安尼，咱讲无到位就是安尼讲。但唔讲伊个是做是啥物人，大家清楚的，先清楚，也是想主张讲啊，伊个是啥物人。啊，原先大家讲艺术就是做艺术做吼，大家讲伊个就是讲拜做艺术家咧。啊，比如咱唔讲迄个玉作和玉和为经啊吼，拢玉作是以三为经典吼。你原先，迄个陈叔大讲魔术做出妙战原先。伊在讲苗山，苗山观赏哦，这个丹吼，伊意思是讲诚深啊，水诚深啊，诚深啊，苗就是讲玄妙哦，我当用言语去甲形容的，就当用是有体会啦吼。这就是讲咱咧咧批论，即是比如就是讲咧，即是就是批，比如咱咧政府单咧吼，管就是讲。竹竿弯滑风，那是讲弯弯哦，还是讲曲折的意思啦。啊，折就是讲公平，啊，甲实践甲定的意思。就讲完，咱的主题就是带这个字的含义，其实是那边讲咱科学的哦，体会出来。其实是有讲的，就是讲咧比喻咱的主题。哦，体用就是讲以这个这个。图形是即个啊，用也是咱个图形去甲发展出来吼，如如啦吼，种如如就是讲无发展嘛，大人拢苦逼啊，咱无迄个无迄个发展嘛，吼，无迄个切点啊，零切点就对啦。咱若有法用哦，用即个苗单环境哦，咱个图形哦，去发展去做事啊，应书应本吼，哦啊安尼出来吼，就是讲对无，不要讲我是不叫阿海的，我是不叫阿海的，哦，不叫嘛啊，都下皮啊，吼，拢一点弯啊，拢不清切点啊，吼，拢听拢那里有事情哦，拢明确就都下皮的啊，所以伊个这样哦，哦，拢一生身体健康，还有些不能住宿哦，拢。如如不动，拢无迄落发展嘛呀！哦，安尼这就是不理解啊！吼，迄个不理解啦。啊，伊即个做咩讲？就是讲我想修修相性，啊，咱不哦，这拢这五下未去着啦，因为伊要我拢自由安尼用，因为体用自由啊，伊一定迄个就是未去加着，未去加着直接着啦吼，安尼就是哦。一些你哦，手触法哦，就拢不念嘛。伊已经连切点，伊都迄个就不念嘛，未去甲咱叫嘛吼。啊，所以无一点叫，就是讲是讲去试伊安尼吼，保持条啦，伊一定完全保持条啊。所以伊只人不出不进不来吼，伊就是无出无进嘛吼。所以啊。无出无入，吼，啊无迄啦，啊无定，吼，无乱，即也是嘛袂使讲，无定啊就无，无咱无啥讲定啊，无乱啊，吼，啊无都无爱啊，所以咱是讲，像是讲迄个心无迄个有甲无，无甲先甲后，啊无上吼，啊无着上，吼，啊所以就袂去有迄个着上的量啊，吼，有迄个。不然做迄个无耳孔哦，治疗嘛吼，伊就无去甲治疗嘛，哦，伊就
先前无珠哦，这个先前哦，就是讲无伊执着的无珠，是最大吼、哦。啊，离所以叫做离珠前进啦吼，离珠在向前迈向进啦吼，进步功有双个进步，有双定这个。迄、那个执就是讲公平甲甲定哦，甲圆满的意思，安尼啦。哦，所以那有前生无主哦，无主相，无主哦，离得离归，主归的意思啦吼。这执的是得前生无功德，离无形象哦，平常无卫生哦，伊就是。离开迄个新先生的迄个的想法，迄个执着的出来。心如果有无虚空之量吼，心呐，咱的心伊个吼，发展出来心呐，心有虚空遐尔大吼，啊无虚空的即种啊吼，无空的虚空半空啊，无虚空半空。啊，无重量，你讲迄个叫质量啊吼。那伊即马就是天津前阵个人大部分就做哦，伊个，啊，即个伊就是即款，哦，加伊讲即个前阵个，伊意思就是讲伊个就是讲啊，讲啊，讲讲起，讲文说，讲